Shepherd's Bay 项目位于悉尼北区的 Meadowbank， 距离悉尼市中心14公里。Shepherd's Bay 一直以来以一线水滨社区而闻名，它离 Parramatta、Epping、Macquarie 大学和 Strathfield 也只有几分钟车程。Shepherd's Bay 离火车站600米，离轮渡站750米，离 Meadowbank 购物中心550米，离 Super IGA 550米，离 Top Ride 大型购物中心驾车8分钟，离附近多所中小学600到900米，离悉尼大型医院 CRGH 驾车8分钟。大片绿地占据了整个小区的三分之一，建筑外观和房屋内部设计由创建于1892年的 Robertson Marks 设计公司设计，以及屡获大奖的 Tana 设计事务所强强联手。小区住户学历以及收入都在中高层以上。美丽的小区室外景观及设施，中庭布景造型优雅，风格现代。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A1004， 这是一个三房、三个洗手间、两个车位的双层数米挑空高顶公寓。不再等了，让我们直接推门而入。大家看一下眼前是怎样的一幅美景，双层挑空，明亮通透，设计恢宏，气势不凡。转角超大阳台，来自180度的两面景观，绿色的草皮一览无遗，湛蓝的海湾鱼天辉映。抬头仰望着双层的外立面，让人联想到一个两层的别墅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，先到楼上看下，这就是带有无敌景观的主卧，人在其中，犹如生活在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空间里。主卧自带的洗手间，墙柜下的影灯非常时尚和雅致，淡棕色的墙砖和地砖带来温馨的氛围。浴盆边上有单独的淋浴，将时尚的别墅设计带进了公寓。楼上第二间卧室，中央洗手间，我们下楼了，再次欣赏下两层挑空的恢宏和震撼吧。厨房台面外可放三个吧台椅，公寓配置德国享有盛誉的 AEG 品牌的炉灶、烤箱和洗碗机。宽敞的双水池，楼下还有一间卧房和一间书房，具体信息请咨询。Thank you.